进一步来关心，今天新增的四例本土当中有三例是1129的同住家人，指挥中心也公布了个案他们的足迹遍布双北地区，其中按1134曾经在 Seven 领钱，再到附近的一家印度餐厅去用餐，而且都是搭公车上下班往返住家的。另外一位按1136，他搭乘的是台北捷运转公车来上下班，也曾经来到了新北市永和的一家舒肥健康餐厅用餐。消息一出握，店家铁门深锁，并且发声明进行全店消毒作业，同时也表示他们的员工会全面进行核酸检测，请民众放心。今天就会消毒吗？24小时营业的超商却在礼拜天下午暂停营业，店员忙着把货品下架消毒。因为指挥中心公告，按1134上个月27号中午曾经到过台北 7-Eleven 金富门市提款，这边就是被列为那个是确诊者的足迹了。原本要上门消费的民众一听到消息直接离开，而按1134领完钱就到附近用餐。指挥中心也公告，按1134的足迹还包含了这间印度餐厅，而他用完餐之后就搭乘672号公车离开。接着28、29号早晚，他都搭262路公车往返住家和公司。不过，染疫的一家四口在可感染期间足迹遍布双北，像是新北市永和区这间舒肥健康餐，才刚开幕没多久就接到指挥中心通知，按1136曾经到此用餐，消息一出，店家铁门深锁。早上有开，但是中午记者来的时候他就关了。随后店家也在脸书发出声明，会对全店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店内也会全面消毒，要曾到店里消费的民众放心。我们必须要全力的在第一个时间里面，把疫调所做的整个足迹停留的点，所接触的所有相关的人，我们要前面戒备。那相关时间有出入这些或相关的一个通行的相关的人就稍微注意一下，那自我健康监测。指挥中心和市府不敢大意，毕竟按1136的足迹也触及人来人往的捷运站。北捷回应已经接获通报，目前相关车站和列车等都已经加强消毒。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脸书粉专呼吁，有到过这些地方的民众，5月12号之前出现异状要尽快就医，而且要避免乘坐大众运输。诺富特饭店群聚持续延烧，防疫规格连带得向上提升。记者刘伟成台北新北综合报道。